在里面藏有一个小盒子。在那个小盒子的里面藏有孩子，你真聪明，盒子里藏有一个小黑石。这块小石头我已经藏了很多年，现在时候到了，我要把它交给你。给我这块小石头有什么用？你把这块小石头放进你的嘴巴里，你就立刻变成一个头发正常的人。但是当你吐出来之后，便恢复原状了。我去拿那块石头来试试看。曼达，我拿给你。你可以随时指挥他们。我走不动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你。来，我实在太累了。别坐着，我们快走吧。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。你爸爸在等着你回去。我们走了这么远，他们就是要追，也得花上半天的时间呢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我听说他们会魔术的，来去无踪。